好，接下来又是我了，又告诉我了。OK， 30多分啊，来讲，单位啊，单位的数位开放内容现况，以台湾闽南闽南语为基甲为基底下做嘞。OK， 我伫线顶是 Superplex， 我伫咧 OpenStreetMap 甲 Wikidata 加是有咧社群咧活动。嘛是，我嘛是台湾维基协会的理事。去年的演讲，我嘛有讲到，就是闽南语维基百科要好好啊来更新，好好啊来有新的人来参与的。那就是写 POJ 嘛，爱有人来写台湾的汉字。这张无要插，就是要讲是这句言要叫做台湾闽南语，还是台语，还是好多话，这拢无要在伫遮咧插，嘛无要探讨，就是讲书写系统要安怎，是要台湾汉字，也是 POJ， 也是汉族人，拢无要插。咱是咧想讲就是，今嘛有台语的复兴的运动，有台语确实行啦。台语的古乐嘛是，也是足兴的。啊，古就是 Wikidata 下的词条的部分，嘛有人在写台语的词条，予外国人注意到。其实就是台湾本地是写维基的，写台语的维基也是有人在注意到。不过就是闽南语维基是。应该讲是以前的人应该已经无伫啊，就是以前较活跃的人就是无伫查迄个站啊，所以爱号召大家来到顶来写啦，会当写台语的汉字也是台语的 POJ 拢会使啦。咱来讲一个就是台语的现代化的拄着的问题啦，就是讲。有真侪人是会晓讲的，不过书写的方面是较无遐高的。啊，佮就是拄着讲，就是即个台语的字，要找倒一个汉字来代表的问题。啊，佮就是讲，就是白话字佮汉字的，是要见倒一个。啊，佮上重要就是 ZH 闽南。即 Wikipedia 社群，即嘛是无啥人咧写，还佫有人去有新的一代来写。OK， 即简单来讲，就是台湾话，也是台湾闽南语，也是台语，有足侪即名号，有对无同的所在，无同的人在知识即语言，就像讲。官方遐是叫做台湾闽南语的，啊，佫就是新的，有文化部、教育部想要改做台湾台语的。历史上，日本人是讲这语言叫台湾话，也是台语的。东南亚遐是讲这语言是福建话，菲律宾遐的华人是讲这是闽南话，是用家己的祖村来讲这语言的。啊，佫就哈卡林遐是叫即挂人，好多人讲话就叫做好多话。即，OK， 即是我即张即幅图是我认为就是个人看台语的，就是亲像即幅图的状况。有人摸着枪的笔，就认为讲伊摸到蛇，伊摸着的。卡车边遐就认为讲，这是一个地轨啊，然后嘞墙壁迄款，所以讲其实台语真复杂的语言啊，拄着写就认为这是写，有可能无卡全面的状况啦。再简单来讲，就是单位有真侪来源啦，就像讲上古汉语来啊，就像讲鼎底书。在其他的汉语的语言无咧用啊，不过在台语遮也是
理想是有用的事啦。啊，佮有真复杂的文读系统啊，佮白话的系统啊。像讲有对中国汉语的书，像讲华语遐剑剑是无分别的，不过在台语是有分别的。这反映到就是中国汉语遐是有分别的。啊，佮就是讲有一挂书是应该是无，唔是汉语来的，就讲灯光的光这個、书，你一条亏。应该是应该是南方遐的族群用的，啊，佮就是讲家早高遐红太等等的，这拢无遐汉语的书啦，像种红太是多变的故事的方式啦。啊，佮一寡较近代的就是讲有对日本来的好几济汉字，啊，佮日文的书，像讲番薯不是番茄。有人讲是 tomato 是对俚语来的。即马台语的危机就是较政治、较历史啊，啊，佮少年辈较无要讲的，啊，佮讲就是出版业较不会出台语的册，啊，佮就是讲社会的书写较不足。即简单，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台语的腔口是差真济的，只能讲静息吹雨，或是念讲是滚灰吹雨的，较我普通腔的应该是讲静溪吹雨的，啊，佫我是皮鞋，我是念讲是皮围，普通腔应该是叫做皮围的。啊，佮只能讲干妈咪。都有讲到，就是有人讲番茄是叫做甘麦面，还是 tomato 等等的。啊，佫就是讲外来语的处理方面，就是 Russia 有人是用较偏较我俚语的，用罗西亚来讲 Russia 的。啊，佫如果那是用汉语的部分，俄罗斯就照台语的音来讲，就是俄罗斯。咱来讲，顶一种就是协会遐的人有讲到，就是甲台语语言方面的计划有足侪的。我来就是讲单位有的计划有南固维基百科，啊，佮维基书店，啊，佮维基硕谷，啊，佮就是维基硕谷来对，啊，佮较新的一个系统叫做书条嘞，嘛是会当写台文的。历史啦，有人有好想就是讲，为什么是无独立的台湾话的维基百科？这牵涉到就是台湾话是无独立的 ISO 639/3的台北。之前是经过的闽南语是用 NAN 这个台北，所以讲就是你若有跨过 Wiki NAN Wiki。闽南语维基百科应该的网址是 zh-mingnan.wikipedia.org。你那是用 nnn.wikipedia.org 也买当连过去zh-mingnan 这站。所以没有独立的单位的维基百科，就是要有先有独立的台妹再有用的。所以有一挂关心台湾的单位的人，有去接触这挂代志的。有时阵这唔是单单啦，唔是干那是政，干那是语言还有后面的问题，也佮有政治后面的。因为亲像讲塞尔维亚语佮克罗埃西亚语，伫语言还后面是就相像的。不过因为是两个国家，所以伊有。独立的台北，马来西亚语甲印尼语嘛会同款的状况啊。其实伫因的语言下方面无差遐济啦，所以有人就提案就是讲把甲 NNN 遐最在意的台北的提案，是以艺团科技去一寡甲一寡团体申请的。因这提案内底啊甲。
啊，甲啊台湾台语叫做 OAN 这新的台妹，原来 NAN 就废除啊，就拢总变做在意个，就讲江西遐个泸州话、海南岛的海南话、海陆话，啊，佮就讲潮州话等等的，拢有新的台妹啦。那来看卖就是NAN 闽南这维基百科的状况啦，就是因为早期的发展的总的历史，伊是靠我教会遐的人，所以以白话字为主嘞。甚至一旦会使讲，就是因是排斥汉字的人啦。就一挂小说的，有汉字的版本啊。因是无遐介汉字啦，所以无啥鼓励来写啦。所以讲就是NNNZH 闽南这 Wikipedia 是对中文出来了后两三年出来的，所以发展的历史是差不多了，不过是无啥人爱写啦。最近的观察就是无啥写古文人在写。那无对着最近台语复兴的风潮了，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条目啊。这是台湾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叫台东县的所在，是无写人来写来的状况啦。再来讲一个咱 NNN 百科的问题啦，因无爱汉字啊，嘛上侪行政区，因为就是用上侪标报来讲来建立新的条目啊，啊，佫就是有人就是重复建立的状况啊，嘛无对着Wikidata 的问题啦，真侪条目是无对应着 Wikidata 啦。嘛，无使用永久重复项来处理，只有讲汉字版本甲标准版本的书写的连接的问题啦。咱稍等下好好来讲这个问题。只有讲这就是重复的状况啊，因为有两个人用波来写的，第一摆就是用 Legard 这波兰的地方名来建立条目。啊，還有第二個人又來做啦，所以就是其實是同一個所在啊，不過就是因為至少有兩次的報的操作，所以因有重複的問題啦。啊，還有就是剛才講到就是真多條目是沒對應到 Wikidata， 至少是1400的條目是沒對應到 Wikidata 的。啊，還有就是第三個問題就是因有建立台北市的字的條目，不過就是也是有重複的狀況啦，就是幾年前台灣這的Wikidata社群有建立，有用政府的資料來建立Wikidata，沒有檢查到這其實是在萬人物Wikibark那裡其實有台北市的字的資料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啦，就是应该是班克里，应该是中正区靠我新店区遐的所在啦。就是这啦，就是班克里伫台北市遐的中正区是中和的状况啦，无检查到。所以讲就是其实有真多古人有嘛有拄着闽南语台湾话的问题，就是讲有人较介意写标志，有人嘛较介意写汉字的。要安怎来处理就是 Wikidata 遮的对应的问题？有一个方式就是讲永久重复项这个方式来处理啦，就是讲这是上早是。闽南语的人去提出来的，
因为因嘛是同款，就是因有人写韩汉字的，嘛有人写因的白话字的条目，要安怎就对应着维基了写的。OK， 那我就用华语来说，就是永久重复项 P2959 这个，那它的定义是此项对应的重复项，且两者不能被合并。因为同一维基媒体项目中包括两个页面，例如说使用不同字母或语言。以台湾台语的总统就是有人写 POJ， 有人写汉字的总统。OK， 读来就是重复页面的属性了，就是我把念一下定义：此项目与其他项目重复，但两项不能被合并，因为某一维基媒体项目上两个条目描述同一事物，例如使用不同文字或语言。这就是这类啦，就是中华民国的永久中学行的页面。咱来看台湾台语有条目，过来是哈卡发。曼东话啊，佮有一个印度遐的语言，这就是永久中学项的对应的关系。主要在维基了遐主项目叫做 Q865， 永久中学项这所在是 Q22333346667。稍等一下哦。OK， 咱来看嘛，就是用无同的书写系统的嘞。这是做哩做嘞，就是这是用汉字写的。不过这条目是在 ZH 名单顶管的，这是较古早，就是在用白话字写的。因爱的 Wikidata 遐是爱用永久中学项跟两项连接起来的。来看卖。就是这应该是英文，应该是 permanent duplicate item。我直接来 ，OK， 底加点进去了就到这 Q22336767。这就是刚才有讲到的永久中学项啦。那是点这所在，就会回去就是ZH Minnan遐只的汉字的版本。OK， 就是维基了遐有标签 label。description， 蘑菇名称、官方名称，拢会当写各种的语言，包括就是台湾台语，还是哈卡发拢会使啦。这是较新的，就是维基了遐的书店的计划叫做书条的部分，就是看到就是台语的底，这书就是筷子意思。买当写伫咧薯条家，买当对应着无同语言的书店的条目。恁会当详细写，就是中文的意思，也是讲对应着维基了遐的 Q item 是多一个，啊，佮会当写例句，嘛拢会使。
嘛当处理就是讲泉州话是叫堵，也是安徽话是叫堵，即款的方言变体的问题。这是了例句的部分啊，就是当家己写，那当经就是讲多几行的书写系统来写的。过来就是讲 ，Wikipedia 有写优点嘛，就是第一，就是因是来跨语言、行语言的部分啊，买当直接对应到英文的资料，啊，个就是一当无同的书写方式。多少讲就是，你会当写汉字，嘛会当写白话，你拢会使。上重要的上尾就是讲，就是恁这是一个恁 data 的连接，无同的资料库，甚至是无同的 Google 的部分。咱来看卖，就是讲，赶快有写这个人的计划，几米啊计划的状况。我们需要。一旦透过就是写 name 冒号 NAN 的方式来加添台语的名号的，为了这本身就是一旦写台语的说明文件的 ，OpenStream 加嘛一旦写台语的，这都无问题，有人写就有人来读。为了他的书条中一旦买是当下不只是英语的内容，买一旦写 NAN 的内容。不过相比之下，就是闽南语维基百科都是无啥人在查啦。咱来看卖，就是用 OSN Overpass 来查找，就是咱来一旦查，就是公馆家就是有足侪足侪地方名是有写台语的名号的。这是Wikimedia Foundation 做的 Wikimedia Maps。伊会当指定，就是那是输入 NNN 的代码入去，就会当出来，就是 NNN 白话字的名号的地方名啦。不过伊有一个欠点，就是讲因更新的速度无遐紧啦。OK， 上尾就是讲，就是闽南语 Wikibug 是足欠人来写的，因。人拢走去啦，所以讲就是唔管是要写 POJ 也是写汉字的，拢欢迎来写啦。汉字的部分可能就是用教育部规范汉字来写啦。汉字甲 POJ 条目的连接，伫 Wikipedia 家就是用永久中和行来处理啦。所以讲就是爱建立大量汉字的版本啦，因为其实。以台湾的家的教育系统的状况啊，应该还是汉字为主啦。参考差的问题，会当参考就中文维基百科遐的转换系统来处理啦。啊，佮用书的部分嘛，是会当是同款的方式来处理的。在中文维基百科是有真侪真侪足久的经验。OK， 拍一个广告，就是八月十五号，就是 OSN Wikidata， 大家都在 More Space 家聚会啦，欢迎来大家来到庭来参悟。OK， 咱我的演讲就到这啦，多谢大家。要用任何语言发问都可以，这样子。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你头先有讲到，就是建议汉字的部分用教育部就是规定的来写，但是我看到目前教育部敢那有建议讲要用什么语言，但是要用什么文字，但是伊是建议唔是讲这个书就是教育部认为正确的书啊，这方面是用什么汉字来写较好，因为就是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啦，啊，就像讲有啥物看法呢？谢谢。OK， 这个问题是我是认为讲就是要有社群来讨论啊，因为这我讲就是我的看法，你讲的是你的看法啦，所以讲还是有最人来参悟才有好啦，我的意见是安尼啦。
因为我唔是做实习介绍，阮平常时是用啥物平台咧交流？嘿，这样。我家己的观察是，应该是无啥人在写，就是一个个人在写啦。以前就是管理员嘛，无咧查过政务的部分啊。啊，个就是咱写，我写一个汉字啊嘛，无人关心，来关心啦，对啊。所以我认为要对零开始定建这社群啊。就是我之前有在网路上看到一个，他说他是用机器自己撰写的汉字撰写的网站，你敢知道那个网站是什么人在维护，还是按照以后会按怎处理？因为早期以前其实是真的是蛮能够维基百科东西较我袂回你的，所以下汉人拢走去啦。所以我知影的状况就是，因走去维基亚去汉尼的闽南语的网站啦。我知影是安尼啊。我之前捌看过有一个网站，改成是就是用机器主动甲维基百科顶面白话字的条目转做汉字。国语的，我印象有这啊，不过我即马唔知，回我一下。哦。我是用印象。还有问题？那时间差不多了。